区，我东区新一姐，东区我这么熟，跟我约在这里，这里都服饰店啊，难不成是想买衣服送我？阿汤哥真的是越来越 sweet 了。哎，就这里啊！哎，什么铁门？哎，这件没错啊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背啊？怎么会这样？哎呦喂！天哪！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你？对啊。嗯，不会是阿汤哥也约你吧？阿汤哥也约你？是我贪图吧？他先约我的耶，他早就约我了。他什么时候约你？他就在就去年啊。真的，你比较忙。那我是昨天就才约的。你昨天才约？对啊。那一心为什么他要约你？我这可能是要送我衣服啊。送你衣服干嘛？啊、送你纸做的吗？我才收给你嘞，我这收 CD 啦。哎呀，啊，为什么同时约我们两个人来干嘛？真的是有蹊跷哎。对呀、啊，他就是在这里。他喜欢人多吗？应该是喜欢热闹。哦，对了，因为跟我们两个这么熟了，对呀、啊，他也不偏心，是不对？你有的我就有，对，对不对？大家公平，对，一定是有什么好康啊！所以我们根本话不多说咯。对啊，他在几楼？四楼啊。所以汤老师，对啊，就这里啊，这里四楼啊。Okay, okay. 好好好，到底是卖什么关子啊？是啊，好神秘哦，对不对？哥、啊。吓到了，我们被你吓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冒犯到你吗？哎，有一点。有啊，趁机解开了口。对，你看，它都掉了，就掉了。你这样子，这样急呼呼的把我们叫来是要做什么？是啊，你真的很邪吗？佩珍要接小孩，我们也要，我也要接小孩的。你哪有要接小孩？因为我等等是真的要接小孩的。我知道你们忙里偷闲了、啊，把你们两个约过来呢，是因为呢我的工作是搬新家。啊，对，关我一回事啊？对，邀你的贵客来做客啊。哦，对呀、啊，太惊大了。对了啦，把我们给他春节了。好、啊，再等一下。你现在开在东区啊？对啊。哇，这很棒的精华地段呢。我要唱一首歌了。啊，东区，东区，东区。对，然后这边就会发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啊。哇，是哦。来这里就一定发吗？当然，其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，这是我的工作室啊。哦。那其实工作室呢，当然也不是这么完美。可是呢，我们有一些风水煞气呢，我们在节目观众都有教过观众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都有实作给大家看。哦。其实基本上呢，我们来了就一定要好好检视一下阿汤哥自己的风水，对，因为他最近才开了这个新的工作室，对，等于是重新装潢的、嗯。他平常在教大家风水哪里要注意，哪里要注意。如果自己没有做到的话，对，就我们就来，对，就拆掉招牌。当然，对。万一呢我没有做的话，招牌让你拆了。但是我没有挂招牌。那我们就搬东西喽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可以有值钱的吗？工作室有啊有啦有啦。那我们就搬。我最值钱。啊，对。这个又带不走。是啊是啊。干嘛？你赶快拦截啊！爱霞吗？对呀、啊。好啦，不嫌弃的话呢，大家来看一下，这样。对对对，好好的工作室哦。好，来看一下，好，走。今天汤老师约大家，不是要逛街，也不是要买衣服啦，而是汤老师的工作室搬新家喽。搬到可以说是黄金地段的东区，因此想邀请大家来参观一下，并且让大家来解释办公室的风水格局，看看老师是如何布局规划，好让观众也来参考一下。所以我们赶紧来一探究竟吧。来哟、哦、来哟、哦。啊、没有啊，你刚刚怎样？你刚刚怎样？我把你推进去。哎、欸，是这一间吗？让你猜猜看咯。可能是这一间，你怎么会看就知道呢？可能看看我们那么时尚。你错了、啊。嗯，然后呢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定是什么宝物啊？金刚戒，嗯，对不对？叫什么？金刚鞋吗？对，它是哈达金刚戒。哈达金刚，哈达就是在西藏里面的一个祝福人家嘛，对不对？哦、所以它把它绑成金刚戒。你看，对啊，很心机哦，布局一下。重，三千块。对啊，去水往这里面流。哎呀。
但是因为我们是住的地方，然后是比较低调，所以不能挂太大。所以加衣服小小的也可以，就够了，象征性的。为什么要挂这山水画呢？先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说我的出门啊，是不是刚好龙边是碰壁嘛？对。然后这边就马上接一个虎变楼梯，是非常的高嘛，所以代表就是说，因为刚好我的助理全部都是新女生，对啊，我怕他们气焰会压迫我。所以呢？说你的工作是阴盛阳衰喽？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外面的龙边一定要开阔一点，虽然挂在山水画里面哦，等于说水又往内流，然后呢，龙虎呢都相得益彰。所以挂这个是可以化解什么？开门的灾啊！一定爱开门才会灾。啊，不行，赶紧购买灾了。天哪，忘记事了嘛？对呀，你开门那块上面，我们常讲的啊，开门就是同门。好，对。满天然后同门不同不同走啦，对。对对，对家是体力，对对，哦。其实呢，它原本的设计是这样子，后来我没有改它的原因，是因为呢，其实一般我们风水有关系都会常常讲，就是说我们必须呢要把同门不同走，把它尽量改成同走嘛。对。那为何我没有改的原因，是因为如果说我要花钱啊，第一个也是啊，但是呢，省钱还是要有道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个外门呢，如果开这个地方的话，如果人家走下来，他看不到别人，很容易发生意外，对不对？那如果里面呢改成跟外面同走的话呢，我就会发生说我开门之后，我的气会直接出去钱上弹，哦，这样我的钱又往外漏了，那我就不愿意改喽，对不对？那既然我们因为碍于动线的关系，也碍于风水的话，那当然我就选择用化煞物来化解。对，所以我就用金刚镜。观众朋友也不用硬是要，不需要改到很奇怪的东西。对，风水是活的，对，最重要。人也是活的，是啊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方法来化解这些煞气。所以如果同门不同轴，除了挂这个哈达金刚镜，还可以挂什么？还可以挂我的后面门把，还有挂一个铜铃。哇，也可以。铜铃也可以。重点呢是那个铜铃有技巧的，你上面要选有狮头的。哎呦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头，狮头。狮头，来欢迎欢迎，就是狮子头的那个。对呀，啊，有铜铃没有？挂一个铜铃，有狮子头。哎呦，对，上面还放一个钱啊。之前我教过大家嘛，叫钱会入家门的意思。哦。所以呢，你挂到这边的话，你开门的时候就会叮叮咚咚，叮叮咚咚，代表贵客临门，贵客要送钱来的意思。哦。所以家里啊或店家呢都可以摆放。好厉害，这是一百分的风水吗？是，我相信。我来找茬喽。好哦，好多药罐。对。哦，对耶。对啊，老师，你没有看到药罐吗？当然有看到啦。两种哈。对。你怎么处理？其实呢，反正就没有一百分的风水。对。如果你要做一百分的风水的话，我觉得你会找不到房子。真的。对。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药罐煞这种东西啊。嗯。可是呢，其实我的化解方式呢，就是看你的身后。哦，哇哇哇哇！是不像是在图吗？哦，是九宫八卦。九宫八卦，好大图哎！可是你挂在这个方向是面对门，又不是面对药那个药罐。是啊。所以呢，因为我们的药罐呢是在虎边的位置嘛，虎边呢就会影响到这个房子里面的女主人或者是女性的员工朋友。所以呢，我把这种八卦呢把它特地放在我们的虎边的位置。那你会说为什么没有正对药罐？对啊，你知道没有对药罐？对，因为呢我想要一江离口。好啦，一江离口。没错。那你现在去懂啦。不好看了，不好看。Baby stay 口。不是啊，可是他是面对这里啊，他没有向外啊，就是要对着他吗？对，但是呢，为什么一江离口呢？就是因为呢。我希望我开门可以见佛，可以见九宫八卦，这个就是让这个纳这个贵人的气。但是呢，如果挂到这边的话呢，我大门看不到。是，可是呢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呢，特别点了一盏灯。哦，有没有？等于说扩大这个九宫八卦的磁场效力，所以它久而久之还可以化解。我真的觉得你的现在目前一进来就让我觉得还蛮有质感的，而且你的地垫也很漂亮。是啊，是啊。就是那是一只狗吗？那是独角兽吧？啊。它两只脚而已，不是它上面有还有多一只啊？对。哦。其实它是一匹马。这是马。哎呦！天哪！心机好重。心机够重吗？我们从一进来就是摇铃铛，然后就是当摇钱树一样，对啊，然后再把钱进家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这个就是一个布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之前节目上有教过大家嘛，因为我们这一个门呢，里面的门是往外推的，对，有没有发现？嗯，所以钱是往外送嘛，可是我不希望我的钱都往外送，当然，所以我也希望它进去啊。是，那我就这边放一个钱进家门，然后贴上这个那个10块钱硬币。
然后再把钱往内送的意思。哎，那老师，你干脆门就往内就好了，你干嘛往外？你就换。往外呢是有它的故事的啊，所以我往外有故事。对，因为我往外互打比较贵吗？哎，比较贵啊，往内比较便宜啊，往外比较便宜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大门往内送是最好的。但是我们进去呢，看一下为什么不改它。简单画煞却弃而不用，为何宁可舍近求远呢？自打嘴巴，各种巧思令人惊艳。你这口口声声跟我们说，叫我们进不了道门，自己造成这样子。其实厕所里面呢，放镜子呢是可以招桃花的，或是烂桃花。但是呢，用很大面之后呢，它会借以直照厕所门，所以我就放了一个向日葵，因为破除这个晦气。12月19号到12月25号生肖运势。属鼠的朋友，这一个礼拜助人者人恒助之，贵人由此而生，因此多帮助别人，相信你会更加顺利。属牛的朋友，这个礼拜心情比较低迷不振，容易出现暴饮暴食的一个情况。属虎的朋友，这个礼拜要多看一些文章啦，再多看一些书籍，培养软性实力，那么在工作以及事业方面来说，才会有很多的很大的